das in Deutschland und wir kommen zu dir. Prost! 身后登场的是58公斤级陆建波对拉菲克哈比特。对我就是你来打玻璃风这么久第一次见上，希望开个好头吧。太行经典，长治久安。2016年8月6日，一个属于体育迷的节日。上午，里约奥运开幕，晚上再上演一场搏击的盛宴。由河南卫视与万名羊传媒携手打造的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勇士的荣耀》第四站，走进古城上党山西长治，荣耀之星将在长治市体育馆掀起格斗狂飙。全国票电话0355-3522-668。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原浆啤酒冠名的武林风，金星好啤酒，原浆新味道，分享忘不掉。金星啤酒招商电话4001199299，同时请您关注在8月6日现场直播的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勇士的荣耀》，地点在山西长治。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林风中德对抗赛。那么武林风 WRF 中德的对抗，历史已经很渊远了。那么我们经常都会到德国去进行比赛，每年都会有，也会请德国的高手到中国来比赛。通过刚才这一场王鹏飞对凯文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德国运动员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浴血奋战的精神，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尊敬啊。同时他们每个人的台上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是一个敬畏的对手。那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一场中国对德国男子68公斤级比赛，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来自德国拉菲克哈比特。Nothing can stop me, I'm all the way up.What you need? My Knicks run game, we ain't never leave, never leave. Counting up this money, we ain't never sleep, never sleep. 掌声欢迎来自德国拉菲克哈比特。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红方，来自大东翔，断流天王陆建波。我的生活充满了战斗，我张扬是因为热爱，我喜欢搏击，我崇尚力量，有胜利有失败，一帆风顺本就不适合我，挑战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挑战那些质疑我的人，挑战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用我的拳头征服他们，我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 I'm gonna show you how great I am。场上裁判员陈磊，比赛现在开始。Corner.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WRF 为您呈现的68公斤级的一场中德对抗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陆建波来对阵德国的选手拉菲克哈比特。陆建波打68公斤级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体重，68、67对他都可以。陆建波最低可以打到65，我们看上来陆建波的这个拳腿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对，对方呢是2015年、16年刚刚拿到一些小头衔的这个冠军。嗯，上来以后我们看用了这个欧洲选手不太多用的这个侧踹腿啊。对啊，有点这个正蹬的这个侧身板。陆建波是这种爆发力比较强的选手，如果有机会找到机会的话，陆建波是有终结对方的能力的。是的，而且这个上来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陆建波整个打的还相对是放松的状态。没错，一方面呢是在试探，一方面可能也是在寻找机会。嗯，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大东翔俱乐部的选手。没错没错，这次大东翔的教练赵世杰教练也在底下跟着，包括我们的福腿国强，嗯，也在底下作为边角。看陆建波这次表现怎么样，反正每一次陆建波这个黑超眼镜都是必备的标配。我们话音刚落啊，拉菲克刚才给了陆建波一个后手。对，但是这个形式大于内容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波攻击，但是并没有太实际的效果。感觉拉菲克的这个重击能力并不是很出色，是他的拳法的爆发力不是很好。而从现在来看啊，这个哎上来了，突然暴起。可以看这个拉菲克还是非常友好啊，想示好，刚才陆建波直接还了一腿啊。我们看这个拉菲克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劲儿啊，有点像这种练泰拳的选手的这种劲儿。是哦哦，刚才这一声我们在现场听啊，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对方如果要一直是用手臂去阻挡这个陆建波的腿的话，这个体能会被消耗很大的，而且这是要吃亏的。哎，没错。哎，我们俗称叫胳膊拧不过大腿，胳膊拧不过大腿，就是这样。陆建波脸上了。陆建波刚才中了一拳，但是这拳并不重。找机会，前刺没刺到。对方用的这个腿法呢，实际上在泰拳里是有的，但并没有很多泰拳手去用。是，平时这个扫踢这个称霸天下的泰拳手呢，绝大多数用正蹬去控制一下位置，也只有像波球这样的纯腿击型选手可能会用多的这种正蹬去控制。但是对方这个有点侧身的这种侧踹呢，一直控制陆建波的距离还控制得不错。是，因为目前来看啊，其实刚才这个王一博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陆建波抓到机会会有这个一招制敌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现在他目前还是在寻找着这样一个机会，没找到。对方的游走比较多，而且比较滑。是，这样不给陆建波定点输出的机会啊。对，所以说第一回合双方呢应该都还保存了一定的实力和体力。哎、没错，我们看看后面的回合陆建波能不能够找到机会啊？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陆建波和拉菲和哈比特呢，现在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啊。您现在观看得到的是一场中德对抗赛的比赛啊。在六十八这个公斤里的陆建波应该是游刃有余。嗯，啊，自己这个体格，说实话打70都可以。对，比较大只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双方的身高都还是这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拉菲克哈比特是1.81米，陆建波的是1.78米。嗯，但是从视角上来看，我们看对方是比他大那么一点点而已啊。但是从目测来看呀、啊，这个陆建波的这个肌肉看起来好像是更结实啊，更有力量一些，体脂率要低。对，我们看这个拉菲特本人的这个进攻重击不多。对，啊，对自己还是想给自己留更多的这个，我们看他重心总在这个后腿上啊，给自己往外移动是创造了比较多的机会。这个属于这个打法的，总爱给自己留点后手，哎、对，给自己留点空间。就像刚才这个王一博老师所说的，打法这个相对比较油。哎、啊，对。好，继续。
哦，裸包后手，刚才这下前手塞到了啊，还是去，哦，两个人换拳。我们看拉菲特的这个拳法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是在双方乱拳的时候，拉菲特的占优势占拳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双方换拳的时候实际上是带摔了，这个带摔是犯规的，这是犯规的啊，这裁判是要有警告的。哎，好，我们继续啊，双方继续投入比赛，好，继续换拳，刚才这下是非常准确的，好，陆建波下巴中一拳，对方右脸中一拳，应该说在这个双方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换拳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发现这个拉菲特他这个命中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比较高的，对对没错，我看连续的轻拳的控制，拉菲特实际上是看出来是一个控制型的选手，不管他的腿法还是拳法的选择，是都是把对方控制在自己适合的距离里边。但是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总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手臂啊去阻挡这个陆建波的这个腿部的进攻，这个很容易把手打折的。是，再有一个是会巨大的这个消耗自己的体能。对，没错。找机会。陆建波看在寻找机会，而且对方拉菲特最油的一点就是当自己拼拳不占优势的时候马上就抱，哎，马上我就搂过来，是这样让陆建波的这种重拳发挥不出来，有点难受。哎，我这边哦，直接两个低位，直接一个高位的诱骗啊，这属于不等你的这个重炮上膛啊，我这个就扑上去了，对对，总是控制破坏你的节奏啊。陆建波其实很怕跟这样的选手打，这样选手有点像啊一条蛇一样的，就是找机会跟你打，但是我就不给你发力的机会。陆建波很喜欢什么？我跟你对拼，咱俩对拼啊，打对轰，我不害怕 啊。对，那这一会儿呢，到了第三回合，陆建波啊，除了战术上调整，心态有没有好的调整也非常重要。毕竟前两回合可以说被对方稍微控制了一下。对，现在双方进入到这个第三回合的较量当中。好，拉菲特开始发力了。陆建波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找对方跟对方拼的时候呢，换一下拳路。我们看陆建波现在几乎95%的拳都是前后直、前后摆这样的一个横向型的拳法。而现在这个陆建波其实我是觉得一直在给对方寻找，继续陆建波中了两拳，这个一直这么缠下去啊，这个对于陆建波来说的不是个好事儿。其实拉菲克本人呢并不想用自己的重拳来终结陆建波，陆建波的后手是这种一点一点消耗，一点一点磨，他这样的话反而身上比较放松，拳会更快一点。对，这个有点像这个下围棋，哎，一点一点的围，一点一点消耗。陆建波被连续中了几拳，对方的这种轻拳磨血流啊，也是挺可怕的。对，这也是一种战术。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啊，这个心理的调整也非常重要。看来陆建波做过相对的研究啊，陆建波是属于重拳型的。我们看连续的点击，哦，高扫，又一次。看这个陆建波这会儿打的呀，可能情绪啊稍稍有一些着急了。哎，没错，因为这个对方呢一直是采用这个比较磨人的战术。哎，我们看刚才这组连击，先一个高扫啊，连续的点击。陆建波更喜欢对方每次拼重拳，对，而不是一种用轻拳磨血来打开你的节奏，破坏你的呼吸，让你觉得很难受。这属于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哎，这怎么能给他收了呢？赶紧来巡山吧。对，这得想办法，怎么样把这磨人小妖精给收了？对，这个陆建波后头有没有大招啊？我们来看看啊。其实陆建波被对方用这种节奏一直控制的话，嗯，对自己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因为自己想出拳的时候，呼吸的节奏被打断了。哦，
这会儿我们看于陆建波这个体能啊，应该说下降，也是下降。就有时候这个特别明显，就是你感觉这个运动员在出拳或者出腿的时候，恨不得把这个全身的力量都扔出去，有时候都稍微有点丧失控制了。十秒钟，最后的时间，连波没打到，这下没打到。那这场比赛胜负还是比较明显的了。是的，应该说这个兰菲克哈比特对陆建波应该是做了一定的研究，战术很有针对性，专门针对。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7-30，二号裁判员27-30，三号裁判员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蓝方拉蒂克获胜。有请颁奖嘉宾：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刘毅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刘刘川先生为拉菲克颁奖。中德对抗赛精彩继续。这场比赛自己很失望，真的是太大意，还有太放松了，给自己一个教训，下次赢回来。身后登场的是56公斤级黄毅对美艳乌苏洛。第一次来参加武林风，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但是我会努力加油的。全新一代本周将为您带来 WLF 中国区新锐挑战赛67公斤级新锐之星争夺战，防御反击，这是一场风云突变的惊天逆转，激情速度，这是一场拳与腿之间的力量对决。WLF 中国区新锐挑战赛2016-2017赛季67公斤级两吨三场四人战霸气呈现，武林风之全新一代，7月17日，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原浆啤酒冠名的武林风金星好啤酒原浆。